4月6号，我是歌手第四季总决赛赛前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作为节目灵魂人物的洪涛老师，惊喜现身发布会现场，为大家介绍本期我是歌手歌王之战引进了人工智能猜想冠军。哇哦，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节目，果然666。当然啦，宝宝也许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的洪涛老师。要知道，今年歌手可是有很多唱跳型的歌手，不知道洪老师对此如何看呢？只有你唱跳和音乐的结合最完美，在现场最能够打动观众。那么大家才会喜欢，那我觉得只是这一季出现的一个特色，那可能在以后选歌手的时候，可能除了这种唱功这个很彪悍或者很打动人的很走心的，那么是不是也要在下一季的这个歌手的选拔当中考虑一些具有年轻特质有唱跳能力的歌手来加入到我是歌手行列当中来？等等，什么？下一季洪涛老师也就是说我是歌手还会有第5季咯？一定会有。应该具体透露一点细节吗？不能。天哪，没想到我们的洪老师还是这么的调皮，相信我是歌手第5季一定会有巨大的惊喜带给大家。芒果捞新闻，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4季歌王之战将于4月8号晚8:10现场直播，当然芒果 TV 也将会多机位同步直播报道。